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周，今天跑到社区的活动中心这边，要来拍什么？拍影片，拍那个社区的里长就申请让民众来这边打公费，合于规定的人可以来这边打公费的疫苗，就是感冒疫苗。有看到里面很多人在排，就是要等着注射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第一女主角？今天这边注射两种疫苗，一种是莫德纳，一种是国光的感冒疫苗。那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在活动中心里面那注射。那个是里长的女儿在说，就要拿全民健保的健保卡。那注射国产疫苗的国光感冒，也是流感的预防，还另外一个是莫德纳，就是比较特别的。现场都是婆婆妈妈居多，因为要合理规定的话，就是要这种年龄。问了一下可以现场报名，所以说我就排队报名，准备要打疫苗。最后阿周选择注射了莫德纳新冠肺炎的疫苗，因为感冒疫苗就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自己想。最后要感谢我们的里长帮我们安排注射疫苗，感谢您，您辛苦了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